起锅烧水，下提前泡好的粉条，粉条煮熟捞出备用。碗内调汁放葱花蒜末，加入半勺海鲜酱油，半勺的香醋，盐和鸡精，加入一勺辣椒油，加入两勺猪粉汤，下入煮好的粉条，再来点炸熟的花生米，再来点榨菜，将粉条翻拌均匀，家庭版酸辣粉制作完成。美食每天更新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这么做老香了。